OK， 我们来看 example two。OK， 一样，我们要把它转换到 complex potential。OK， 我们一样要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phi 呢已经知道了 a 的 log natural log rho 再加上 b， 这是 already known 的一件事情。那么你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它转换过来？记住一件事情，本来在我们这边所讨论的呢，我们整个的空间呢、本来的 real 空间是 x 跟 y， 对不对 ？x 跟 y， 然后我们转换过去呢，它还是 x 跟 y， 把一个转换过去变成 u and v， 对不对？只不过 u 呢在这边呢，我们是用它的电位 ，phi 呢用它的 harmonic complex conjugate。那么在我们这边呢，现在的这个呢，它是一个柱坐标。柱坐标的话，那我们的状况就比较不一样了。我们是用 rho phi， z 呢不用了，因为它 z 是整条长条的同轴电缆嘛，叫 rho phi，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过来成两个，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转换成 phi， 那这个没问题了。好，那这里面呢，其实以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呢，这个就相当于极坐标嘛，对不对？相当于极坐标，类似于 z 呢。类似于用 rho exponential i phi， 类似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为 e log， 绝对是 z 再加上 b， 那这样子也可以 ，OK， 很简单。那这个时候呢，请大家去计算一下，那 c 呢，它会等于什么？它会 a 的 argument z， 它会得到这样子。OK， 好。A 的 argument 的 z， 那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我们把它画一下，好不好 ？OK， 我们不是一个同轴电缆，类似这样子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说我们有等电位面了，它一圈一圈出来。OK， 它会讲为什么呢？当你的肉固定的时候，你就得到一个等电位面出来；肉一固定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一个等电位面。OK。Fine， 下面这个呢，它告诉我们一件事，它的另外一个 harmonic conjugate 的function呢，是说跟角度有关系，角度固定，它也得到个定值。角度一固定，比如说固定在某个地方，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出去？固定在某个地方，它也可以这样；固定在某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子。你仔细看，它们呢这边一样是垂直。OK， 它就得到一个什么电力线的表示式，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请大家回家算一下这个，请你记住哦。这边算的时候只有个技巧要注意，这个时候的微分呢，你要把 Cauchy-Riemann equation 的这个微分式啊，转换到 r 跟 theta， 知道吗 ？Cauchy-Riemann 本来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 ？phi。x 等于 c y， phi y 会等于负的 c x。请问一下，当你把它转换到 rho 跟 phi 的时候，或者是 r 跟 theta 的时候，它的形式是什么？请你回去查一下我们先前讲的。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OK， 好，请你们回家做一下。好，再来。第三个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两个平板 ，OK， 这个是 x， 这个是 y， 两个平板当中有个大的角度叫 alpha，OK，、okay, 假设这是 phi 1， 这是 phi 2， 我们之前已经求过了 ，phi 可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a 再加上 b 的 argument，z。它跟着这个角度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等电位面呢可以写成这样 OK， 我们这样一路的分过来 OK， 每一个等电位面呢跟你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角度而已 Alright， 那你就从这边渐渐变到这边来。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求得啊它的东西。请问一下，这个时候 C 会等于什么东西？
OK，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吧？其实我将这个 equation 直接给你们好了，这边请大家要记住。它可以写成这样，啊，写的有够丑。OK， 你回去查一下，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稍微计算一下好了，因为啊 ，fire row， 反正这边是极坐标，我就用极坐标表示是。phi r 会等于 r 分之一的 c theta， phi theta 会等于负的 r c r， OK， 它可以写成这样。phi 是这样子，它对 r 微分，这边根本就没有 r 嘛，这边唯一有一个，这个只是角度而已， a 加上 b theta， 所以这是等于零，这边就等于零， OK。对 theta 微分呢，就是有 theta， 对不对？它被微掉了，就剩下 b。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b 呢会等于它，所以呢 ，c 是不是会等于对 r 的微分会等于负的 r 分之 b， 所以你对它积分，对 r 的积分会得到个 log， 对不对？再加上一些常数。不晓得什么样的常数，常数是一定是跟 theta 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么微分是微 r， 会把它微掉了，一定是跟 theta 有关系，或者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到底是常数还是什么的，这个还不知道。OK， 好，那么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那么这边呢一微完之后呢，等于零嘛。会等于一个 constant， 零的积分会变成一个 constant， 再加上某一个函数，只跟 r 有关系，因为这边是微 theta，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要等于这个，这个要等于这个。OK， 那我们的 phi 呢就可以完整的得到 map c 呢就可以得到什么负 b log r， 再加上一个 constant。那么将一来，我们最后的复数的面呢 ，fz 呢，就可以写成什么呀？第一个，它本身 a 再加上 b 的 argument z， 再加上 i 下面的这一串负 b log r， 再加上 constant。OK，log r r 是什么？是半径呢、啊，相当于你现在是 z 是用 r exponential i， 所以呢 r 你也可以写成为 z 的绝对值，你要写成这样子也可以。OK， 那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哎，你表示是全部表示完了。OK， 所以到这边为止呢还不错，我们很多的基本的这个练习呢我们都做了。All right， 好，那我现在要问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些干嘛？做这些干嘛？啊，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假设你这样子写啊，你 handle 这个整体的 equation 啊，会比你真正下去 handle 后面的 real part 或 imaginary part 简单。什么叫 real part？ real part 指的呢就是怎么样，你真正去解个 potential equation， 那个时候它很复杂。那假如说我们能够透过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功能啊，来 handle 这个，让它变得比较简单，哎，那我们就赚到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呢，才叫做一个转换。我们开车开到一半，碰到石头的时候，就不要去撞，我们就来怎么样转换？因为我们知道 fz 的本身啊 ，fz 是什么？它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本身在我们的复变里面呢，它就是把你从一个 z plane 直接转换到 w plane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函数。OK。只要这个函数的本身对你有帮助，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好，来，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哈，我们很快来就要来看第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一个 boundary value problem， OK， 假设有个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呢，他可能有一些什么边界啦或什么的，可能很难解。假设这个是在 Z plan，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转换把它转换到 W plan。OK， 我们希望可以这个样子。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这边要求是什么 ？Conformal mapping 的函数。我们希望可以这样子。OK， 也就是说，这个在这边呢，一定要怎么样？很难解。而且呢，它本身一定要是 harmonic function 才行。比如说像我们的 Laplace equation 本身就是 harmonic function， 那我们希望转换过来之后它会变成怎么样 easier to solve， OK， 然后呢 still a harmonic function。所以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个要直接解下来 ，very difficult。当然也未必说真的这么 difficult 啦，对不对？但是起码不容易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就透过这条路转换过去，然后我们在这边把它解，解完之后呢，再把它 transform 回来就好了。我们就绕这么一圈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题呢很简单的题目，我们慢慢的来做，把它做 ，OK。假设我们有两个圆柱状的东西，第一个坐落在这边，我在这边画一个 X 坐标。哦 ，between， 这是我的简写，这太多字了。OK， 好，我就这样把它简写，反正能够简写就简写了哈。英文里面有一堆简写，对不对？中文里面呢，就把它繁体字写成简体字就对了。OK， 好，那么它有个这样子哈，等一下，我先把它坐标啊，稍微画一下，这叫 y。好，现在呢，我们在这边挖一个洞，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一块。好，假如说外面呢，我把它固定在一个电位1万等于零，里面呢这一面呢，我把它固定在一个 U2 的电位等于110伏特。请问一下，画斜线部分的电位怎么变化？这又怎么变化？假设这两个是同心的，哇，同轴的，那就简单很多，对不对？因为已经做完了嘛，我们的例子一开始例子就有了，这个就是它的解了。我现在也没干嘛，我们只是把它偏一点而已啊。现在里面变成什么样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 ，equation 都很简单 ，Laplace equation 就好了，就可以解了。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写 Laplace equation， 我也知道怎么分解，但是我最后解不出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会右边的那个，对不对？我会右边的那个，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够把它透过一个函数的转换 conformal mapping 把它 mapping 到一个这个样子的？我假设这个就是在 W 面的，这个是 Z plan 的，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吗？我能不能这样做？假设这个是 Z plan， 我就 conformal mapping 之后呢，把它 mapping 成，我不能够把它 mapping 成这样子吗？
假设可以，我这个解答都知道啊，在那边，然后再把它转换回去就好了。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假设可以，那就很棒了。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谁可以做这件事情？好，谁可以做这件事情？怎么做？那我们先前学到了就很重要，一个 spatial fractional 啊 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派上用场了，对不对？我要怎么转换都可以啊。OK， 所以呢，我把外面的这一圈呢叫做 C1， 外面这一圈叫做 C1， 里面的这一圈呢叫做 C2。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做。In Z plan， 我们有两个 C1 呢，指的是一个怎么样 ？Z 等于一的，而且这个是 U1 呢，等于零，这是 boundary condition。C2 呢，它有个位移，它现在给你一个量 ，OK，Z 是往右边移动五分之二。而且呢，直径等于五分之二，那半径等于五分之二，所以呢，这一点呢、啊、会通过圆心点，对不对？而且这个面上的 U2 呢，会等于110伏特，这是第一个。OK，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 mapping 到这边来 ，in W plan， 我们需要 mapping 到那边去是怎么样？它变成 unit circle，OK、okay?。C1 plan 它变成一个 unit circle 不变， C2 我也把它变成 unit circle， 不是 unit circle， 是一个 circle， 半径是 R0 而已。 OK， R0 当然要比1来的小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 OK， 这样子就好了，我只要能够做成这样子就好了。好，现在怎么做？根据我们上次讲 spatial 的这个 fraction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呢，你必须先找三个点，在 Z plane 上面找三个点，然后呢，在 W plane 上面也找三个对应的点，然后把它转换过去，然后再来判断你转换完之后是不是这个里面对应到这个里面，比如说这里面对应到这个空空里面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对不对？好。那一切都对了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 transformation 当作 FZ 就可以了。现在呢，我们第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哪一个 C1 跑到 C1 star 或 C2 跑到 C2 star， 它都是一个 disk， mapping 到一个 disk 去。 OK， disk 到一个 disk， 回去查查看有更简单一点的变数，不要那么多的，你发觉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呢，可以写成为 z 减掉 b 除以 bz 减掉 e， 有一个是可以这样子表达的，当中只有个变数 b 呢还不知道而已，对不对？要不然你要是从我们最原始那个讲法，你就要决定三个点，然后 mapping 到这边来，然后你再试试看，你要找到适当的三个点。 OK， 好，那个工程当然就比较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第一个，我们不晓得 mapping 过，从那 mapping 过来的时候呢，现在 unknown 有哪些呢？第一个 b 当然是不知道了，等于什么？第二个呢，这一边的位置都给你确认了，比如说这是五分之二 ，x 等于五分之二的地方 ，r 零等于多少也不知道，所以这两个呢都是我们的未知数。所以呢，我用蓝色的来表示它。好，那我们现在呢，不晓得这两个是什么，那我们来找几个点，我们来配，好不好 ？Z plan， Z plan 上面我们要找几个点。第一个点 ，x 等于零 ，y 等于零，这个就是原点。我们希望原点呢，能够 mapping 到怎么样？
U 呢等于 R 零 ，V 呢等于零。U 等于 R 零 ，U 等于 R 零 ，V 等于零，所以是这一点。相当于我们的这一点呢，要 mapping 到这一点。第二个点，我们只要找两个点就好。X 等于五分之四 ，Y 等于零。X 等于五分之四就是这个 ，Y 等于零。它可以 mapping 到 U 等于负的 R 零 ，V 呢也等于零。U 等于负的 R 零 ，V 等于在这边。所以现在这一点 mapping 到这一点，这一点 mapping 到这一点。OK，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计算了。这个会等于什么 ？U 再加上 I V， right？ 所以呢，第一个条件进来的时候呢 ，U 等于 R 零 ，V 等于零，所以呢，这边会等于 R 零，左边会等于什么 ？Z 会等于什么呀 ？X 等于零 ，Y 等于零 ，Z 就等于零，就变成负 B 除以负一，对不对？因为 Z 呢等于零呢。所以我们等于这样，这是第一个式子。第二点，我们把它带进来 ，U 等于负的 R 零 ，V 等于零，所以这边是这样。然后这边 X 等于五分之四 ，Y 等于零，所以 Z 会等于五分之四，五分之四减掉 B 除以 B， 五分之四 B 减掉一，这是第二个式。我们这两个求解一下。第一个式跟第二个式呢，解完之后，他马上就告诉我们 ，R 零呢会有两个值，第一个是二，第二个是二分之一。OK， 假如说 R 零等于二跟二分之一有什么差别 ？B 呢 ？B 等于什么 ？B 会等于 R 零。这两个其实是相等的 ，B 会等于 R 零。这个地方 W 里面的零的地方应该要不存在，对不对？应该要不是我们的重点。假设里面等于零的地方，什么时候它会等于零？记不记得 linear fractional 它有个基本的要诀，就是这个 transformation 本身的微分不能够等于零，在你感兴趣的地方不能等于零。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本来是说有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你把它写成什么 ？az 加上 b 除以 cz 加上 d， 是不是 ？ad 减掉 bc 不可以等于零。所以假设我们按照这边的话 ，a 现在等于一 ，b 等于负 b， 对不对？等于这边的负 b。所以不管怎么样，它乘上它减掉它乘上它，不可以等于零。所以它乘上它，一乘上负一，减掉它乘上它，但因为都要加的，所以 b 乘上负 b 不可以等于零。所以这边是什么 ？b 的平方负一，所以 b 平方就等于一。b 呢，正负一绝对不能够等于正负一。OK， 不要等于正负一，大概就可以了。还有什么要求呢？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两点呢，有一点的位置它不能够完整的 mapping。我们来找找看一个尝试好了，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它两个都可以呢？我们假设 b 等于二好了，我们不管它，我们来看看，假设 b 等于二 ，w 是不是等于 z 减掉二除以二 z 减掉一，对不对？二 z 等于减掉一。那我们看看，假设我们找一点在正当中的这一点，它是等于 x 等于五分之二，y 等于零，我们把它带进来，所以 z 呢就等因为 z 等于 x 加 i y 嘛，就等于五分之二，带进去 w 会等于什么呀？五分之二减掉二，除以两倍的五分之二减掉一。这会等于什么呀？九分之十二，
九分之十二。哎，那这样看起来也对啊，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待会通通都试试看。这样就变成九分之十二，九分之十二是多少？还不到二嘛，因为它现在我们是用二嘛 ，R 零是在这边，所以你还是转换到这里面。Sorry，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对不对？好，好来，我们来看看，假设 B 等于二分之一，我们来看看这一点，这一点负了五分之二，对不对？OK， 我们让 x 等于负的五分之二 ，y 等于零，那么就代表 z 会等于 x 再加上 iy 嘛，就等于负的五分之二。所以我们 w 呢会等于怎么样？负的五分之二减掉 b， 减掉二分之一，除以。b 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乘上 z， 负的五分之二，减掉一。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负，大家通通都有负，就弄掉了。九分之十二，因为你看看哈，我们 r 零是等于二，对不对？这边是不是二？这整个都是半径为二的嘛。结果呢，我把这一点 mapping 到哪边去？里面可以吗？我们这边是算比较快了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要把这个转换到这边来吗？我们感兴趣是不是斜线的区域？你要转换到感兴趣的斜线区域啊，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假设我把外面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刚刚说是负的五分之二的这一点，把它转换到这边来。我不晓得在哪边，起码不能够在里面吧，对不对？在里面就不对啦，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所以你务必要让它能够转换是在外面有效的区间。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了，我们是不是通通都不对了？所以它一定要小于一，没错。所以第一件事情已经告诉我们，根本就不用判断了嘛，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嘛。但是它的转换还是要对啊，还是要对啊，所以我们再算一次看看，这一点是不是真的进来 ？OK， 最好的一个办法是这样子，各位回家啊玩一玩啊，怎么玩呢？你知道你要把它转换过来，你知道你要把它转换过来，那你就要假设三点，我们外面到外面这个没有问题嘛，反正一的话就是外面到外面，对不对？外面到外面。比如说好了，那现在里面这怎么办？里面这个怎么办？我们希望里面能够转换下来。里面你要能够转换下来的话，你必须要找三个点，一，比如说一二三还是怎么样？总之你要找三个点，甚至于一二三这三个点，然后你要转换过来，然后最后面你要让里面的部分变成这边的部分。OK， 我希望大家回家试试看，玩一下。总之这个东西你就是要玩一玩。OK， 玩一玩之后你才会比较了解你的特性到底是怎么样。好，那同学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因为呢我们将外头的 C1 C2 啊转换到 C1 star C2 star 的时候呢，外面都是半径等于一，所以里面这个半径一定要比它小，对不对？要不然里面就翻到外面去。所以这边告诉你，你这样计算完之后 B 要等于 R0，二呢就已经超过去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吻合，只能够使用二分之一的这个东西。OK， 好，有了二分之一的这个了，那我们现在紧接着呢就要开始把它解出来。OK， 解完之后呢，再利用这个 equation， 那个 equation 在那边 ，W 在那边嘛，对不对？所以呢 ，W 我写一下，二 z 减一除以。z 减二 ，OK， 我们要用这个函数呢，把它从这一边的解，整个的转回来，转到原来 z plane。OK， 这样子就可以。所以这里面最头痛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哪一个？像说这个呢，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查，你发觉哎，这个可以用。OK， 这个可以用。那我也很好奇啊。
难道外面一就真的转换到一吗？我们来试试看。假设我转这一点三角形，这一点 x 等于一，对不对？ x 等于一， x 等于一的话，就代表 z 也等于一，对不对？因为 z 等于 x 加 iy 嘛，对不对？所以呢 x 等于一， y 等于零，那 z 就等于一，一带进来，它得到什么？二减一变成一，一减二变成负一，答案 w 等于负一，负一，在这边，哎，也没问题啊，确实是在上面。这一点呢，它等于负一的时候会怎么样？负一，负二减一变负三，负一减负二又变成负三，负三负三变成正一，它转换到这一点。我很好奇，那这一点怎么办？这一点 y 等于 i，y 等于 i，x 等于零 ，i，z 就等于负一，是不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重点是这样子 ，x 平方再加 y 平方要等于一嘛，对不对？这是圆球，我们直接带在这边试试看，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为两倍的？x 再加上 i 二 y 减一除以 x 再加上 i y 减二，哇，这样子算起来太复杂了。好了，我们看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我们算成 u 跟 v 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从这边呢可以计算一下，下面要把它合理化 ，x 减二再加上 i y， 上面会二 x 减一。再加上 i 二 y， 下面把它合理化之后，你会算出 u 跟 v， 最后看看能不能得出 u 平方加 v 平方等于一。假设有的话，就代表这两个可以完全 match， 这个转换到这边来。总之你要做很多测试 ，OK， 你要做很多测试，你才比较有把握。好，那一旦这样子了，到这边了，我们开始要从那边解。那边解我已经写在上面了，这是我们刚刚的解啊。对不对？我们刚刚的这个的解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们呢就可以求得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OK， harmonic conjugate 的这个 function， phi 会等于 a 的 argument z， OK， 所以最后面呢我们会得到一个 fz。FZ 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Phi 加上 IC， OK， 那我们就可以等于这边有这个再加上这个，所以你有 A 的 log Z rho， log rho 就是绝对值的 Z， 再加上 argument 的 Z， 这是 I，再加上 b， OK， 我们把上面这整个东西呢，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最简单啦、啊、因为我们的 z 假设在这边， z 不就等于 rho exponential i argument z， 对不对？把它写成 phi 好了，我要是通常取个 log natural log， 是不是会等于 log rho 再加上 phii phi，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可以写成 a 的 natural log z， 抱歉，再加上 b， OK， 这个就是 fz。 好，这个是你这边得到的，请问一下现在我们怎么转换回去？总之你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方法， alright， 只是说这个方法它是比较简单的，告诉你怎么样从它 mapping 到这边。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找个方法，从那边的解把它转换回来。到底你要求取什么样的形式，才可以符合这个 harmonic 的这个 transformation？